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长老会大会或总会是基督教长老会中最高决策机构，它代表着整个长老会的堂会，它具有制定教义、规章制度和政策的权利。然而，个别堂会又享有一定的自治权，决定个别堂会的事务、崇拜的方式以及发展的策略等等。一方面，我们要为大会会政与常务委员会代祷，在神所赐的意象与使命中凝聚各堂会的力量，迈向神所赐的目标，让大会的决策能给堂会带来更新的方向与动力。而另一方面呢，堂会在牧养、培训、布道事工上能尽其所能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同时配合大会的指导与建立，与众教会一起配搭，完成神所托的使命。我们已经进入后现代了，教会前面的挑战是艰巨的，个别堂会能面对的能力也是有限的。彼此合作团结，展现在基督里的合一力量，一起商议，一起学习，提高创造力与效率，集中资源达成目标，这才是基督忠心、良善、有见识的仆人的见证。愿神使用长老大会、中会和个别的堂会，成就神的美意。阿们。